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毅，这边有欧文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在北滨公园，很久没有来了吧？人超多嘞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哇塞，看一下，哇，现在车上的人都超多的。上次跟访30个，三十个，这边超过30个。以前礼拜一耶。对啊，大家不要上班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大家都财务自由、啊。对啊，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想说平日来，礼拜一来应该会没什么人，结果超多人的。我们都还没到台东，不过我在想，可能台东会人会少一点。现在如果去台东的话，应该只有成功可以玩。当然，我们的目标是去成功冲浪啊。那刚好想说，路过花莲的时候来看一下北滨公园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玩。如果不要那么累的话，我们就下这边。你觉得嘞？可以啊。想玩吗？看起来都新手哦。新手吗？是吗？看起来都新手。喂喂，你的玻璃很好用啊！哎、欸，我的玻璃很透哎、欸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，险了！哦，看浪，看浪，看浪！是你，想说怎么那么多人？啊，大鼠在，你还玩什么？大鼠，对啊，那还好吧？哦，没有，要被公干了。这是可以冲水吗？哎、欸，有水耶！哎、欸，那很方便啊。哎，对啊，你等一下就这边就可以冲啊。哇，北滨公园现在真的好漂亮哦。哎、欸，以前长这样吗？好像慢慢越来越美，应该以前就有了啦，只是我们都没有走过来。過來对啊，没有注意到这边很漂亮。花莲就是不一样，整个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来玩。哦，谢。哎呀！干！啊，你看上面，白痴啊！我要被黄标了。啊，只好先去过过瘾了啊。那今天一样从我的 Great Pink， 我最爱的 Great Pink。哇，真是美啊！拿出来的一瞬间，哦，这张这个品牌 T-Passion， 大家想订的话可以 IG 私信我。那之前的那个 JRSurf.com 里面的东西，大家还是可以去买哦。那像现在冬天啊，很适合再贴购一件防寒衣，好、哦，甚至让大家换脚绳什么的。都去输入我的折扣码，折扣码、哦、很方便，很方便，买起来、哦、长期的买，这种东西就是一直要买的，买不停。好，那准备要来下水了 ，OK， 下水了哈、哦，哎呀。很难哦，我是没有拍到什么啦，超难，超难，真的是只有一个人在玩，对啊，大叔啊，然后我拍你的时候也都一直拍到他，我不想拍他都难，都是他在冲，对，我在拍你啊，画面就是你啊，我在等你追啊，然后他就从你旁边，傻傻还 air 哎。
你刚刚讲完就有一个上来找我拍照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年轻人怎么满嘴槟榔？然后结果一看，不是耶，是他嘴巴破掉。为什么？他撞到长板。被撞吗？对，被撞，应该是被撞，就是浪太大，刚刚骑到浪很大。哦。撞在一起，然后他就很开心找我拍照啊，然后一直讲话，我就啊很不好意思，我想说他一直讲话讲话，然后那个嘴角一直在流血，我想说你要不要先去医院缝两针？难道没感觉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太兴奋了，很危险，忠实粉丝，辛苦这个小老弟了哈，吃饭了，吃饭。哇哇哇哇！经过我们慢慢的拖拖摸摸的，终于又来到了成功了。等一下随便找个地方吃，因为现在8点多了，好像也没什么吃的。感觉我身后是有一家了。那等一下吃一吃，我们就会去成功那边就睡车上。那明天早上起来就会来开冲，只要浪好的话一定冲。所以我们就早上再见吧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浪。看浪。我在找板头。啊，板头。刚刚我断了一张。哦，真的。然后板头不知道飘到哪里了。打到岸上了。还没有看到。真假的？哇，这么哈扣。哇。阿光很哈扣。哇。阿光。哇，玩成这样！天哪！我们今天要下的是会断板的浪哦。你会下吗？什么浪都有可能会断板。没错，那个超级小的，对，技术问题。运气的问题。没错，你会下吧？会。很好。我们要海里见了。耶。你慢慢研究啊，我要先下水了。水里见。Yeah!
啊，玩到天黑，保持微笑。其实我很想上来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后面有浪吗？有浪，只是已经累了，玩不到了。哦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开心，开心，加油，奥利给，呼嘞！这一趟蛮开心的，我觉得不错，而且据说已经起浪一个礼拜了，接下来还会再起浪一个礼拜。哦，所以这段时间这边都非常好。这么嗨啊？对啊，那我们就要回去了。有玩到就开心了。对啊。接下来就跨年了，好跨年哈。圣诞节。哎，圣诞节，这支影片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这几天吧，下礼拜圣诞节上。是啊。祝大家圣诞快乐。记得圣诞节要干嘛？圣诞节要送礼物。对。准备一张冲浪板送男朋友，找欧文买。输入唯一折扣代码，对对对对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买。好了，这影片就到这边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好冷。